地。遭不了塔了，咱开始找这个物流塔。行星内物流塔。需要铜板，其他的没有。不对，研究升级，黑色范围需要黄塔。电路板啊，铜板，电路板，铜板，这里是铜板，把这个线圈。线圈，线圈，这是大面积缺少啊，这换了它。线圈电路板差，物流配送，还有各种矿，硅石矿，硅石矿出拿拿吧。
对不对？硅石矿车不能往那边走了。好嘛，都过来了。这是没搁那啥吗？这往上扔吧，它啥都行。这往上来吧，到那全球了，到这环线上再说吧。草料和木料，不是，先别管草料木料，把它这个这面是有了，效率好像不太高。这个东西没有，这个东西没有，这些扯过来吧。这里头完全分流不出去呀。这一会都存满了，屁的。好，再造一个什么？生产它的了，好小啊。红糖超市防御系统没有大小的弹药，黑雾相关，黑雾科技还没到呢。一屋一塔，那一屋一塔里也没有子弹呀。导弹只有20弹，生产线现在主要材料是科学材料这些。
超和谐的引力大道。就他吃他，他需要大量的碳。他说他是不是熔炉熔出来？我们都吸收了，把那个树叶和树根拿来烧了吧。然后找块空地做一下。抓紧时间造，我需要大量的碳、碳油和水。找那啥往哪放？去
去这个窗户来去。运输塔，小物流运输塔，放两个，放一组就行。然后去拿点啥没有？破单元，现在缺矿，偷看点社保破单元吧，先把这里的矿都给搞出来，调调荒唐和那啥的产线都搞。放中场，放中场出来了。好嘛，缺这个网，这个网。先造出来再说。对对对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头，氢。穿爆主要材料，重轻找一下生产塔，制造机，还氢和碳板，准备星际航行去找来。看一下，这面还是要的。要这么多的矿啊。没有这矿，我有其他的代替不了。等会儿啊，这离这么近，我直接把它拉过来。
地。是。这中间是不同的铁，碳和铁铜，还有水和煤，这个是放煤。需要水，投水叉。这个油啊，抽水叉，铜矿为什么没有出来了？不是铜矿都消耗光了，这是一点铜都不来，应该吧？什么情况？咋全是铁了呢？这是铁矿消耗不出去了。谢谢观看。剪辑。小逆拍摄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